择日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，各类用事对择日也是至关重要。十二黑神杀黄道，论吉凶，十二月见，论成败，二十八宿，论繁荣，还要结合当日的干支四柱三合贵日、禄克宝日等等等等，数十种方式方法相结合，取一点用之。这也就是良辰好选，吉日难求的原因。往往找一个良辰吉日，却是劳神伤力，而遇一个良辰吉日，更是要等几月，更是论年。现在人找吉日，往往忽略很多至关重要的东西。一本《玉匣记》或者择日书籍是不全面的，我们还要结合用事人的四柱八字、喜用和大运的走向。还是老话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以下分享简单择日集，虽然里面许多东西不全面，但好在没有针对性，平常人都可用，建议收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